这个特别跟议会报告，柯建铭总召在要求继续发言一分钟，因为他刚刚讲话有一度是被打的，我们是请柯建铭总召再继续发言一分钟，请控制时间，谢谢。大家不要吵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，请大家思考，有这么急吗？是谁交代的？这个法案说可以坐下来协商，一条一条协商完毕，签名以后表决，我们绝对少数尊重多数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所以呢，第一个，我们这种要求有这种困难吗？第二个，你们在急什么？急着卖台吗？这是一个历史讽刺嘛？全部站在国家对立面了、啊，然后我要问你们国民党，你们嫌立委是在维护国家安全，创造人民的福祉，还是要出卖台湾？你们要先回答这三个问题啊！你们这三个问题没有回答，全国人民会站出来的。你们可以没收国会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没收民意的。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对不对？对。请国民党深思，韩院长你要深思，这是历史的时刻。再次感谢柯建铭总召的发言，报告院会，本案上。